在台南气象测候所的对面有一间茶行叫凤茶，伊伫公会堂边啊，原来日本时代的柳下食堂有经营一间叫做十八毛茶屋。伊伫昭和四年，也就是1929年的时阵，由着日本人柳下永三来设立。听讲这是算较大众的食堂，大部分拢是咧卖扁豆加着特色菇。这是传统日本的扁竹夹泥墙，这起哩是李老。然后有真侪茶杯、茶壶的茶具展览。其实当初伫开幕的时阵，我就曾经来参观过。会发现这间建筑是因为伊有一道是去用砍起来。台南文化局发现了后，就真坚持要甲伊收倒转来。开幕时有请到两位妇女团体的朋友来到这个所在参观。安尼赞无？赞赞赞！哎、我们很羡慕台南有这样很好的空间哦。对啊，啊秘书长呢？家己今天是好所在，挺好茶气。好所在。是地标的关系，安得的啦。好，安尼有闲就来奉茶哦。